45.5% 的这个投票率。那么其中蒋中正同样最后是会移到校内的其他地方做纪念。那在校内当中，确实有部分同学是因为呢希望可以去除过去时代威权体制的遗留，所以才有这样的合作。我认知到部分同学的想法。好，谢谢。